张红尘刀剑藏，血染的暗葬，幽冥间彷徨，红颜落泪，千语之上，回首间，风雨茫茫。东阳城毗邻天妖大森林，一旦我们与银虎王交手，实力受损，便很可能会镇压不住森林内的妖兽群，因而引得天妖族进攻。到时候将会怎样，我想你们心中都明白。忍着吧，等我们熬过眼前的困境，早晚是要找银虎王和人族报仇的。别忘了，我们的武神成功杀了人族武神，我们九阳霸刀族不会倒下的，我们一定会再度崛起。武神不死，一切就都有可能。银虎王，你赢只是暂时的，九阳霸刀族定会十倍百倍的向你讨还。大人，你看。邪眼妖刀，看来消息没错，但他怎么会来这儿？修罗，你这是？开启霸刀守护。银虎王已走，不适合再战了。快开启！你要做什么？快！来不及了！你需要……我明白了。霸刀守护！快！全速！汇聚我身，大人，李修罗大人只是想借霸刀守护摆脱邪眼妖刀控制吗？我怎么看着他像是要反控邪眼妖刀呢？这我们这算是成功横穿九阳霸刀族了，走，穿越天妖大森林，杀入妖神城，擒拿妖虎王北耀天。驾！驾！吁！图案有点熟悉啊，像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是什么呢？哦，我想起来了，这是十万种族争霸时期的超级大族应天血月族的应天秘术图，只是这还不完整，只有一个最基础的雏形。奇怪了，这里怎么有应天血月族的应天秘术图？还是以大地为画卷勾勒出来的？如此大的图案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搞出来的。十万种族争霸时期有至少五六处战场是在这天妖大森林，难道这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是所谓的天谴之地。哎，罢了，今晚就在这里过夜，明日再出发吧。
月心泪。这真神奇了，我跑到这么个旮旯角落都能遇到这腹黑狐狸。腹黑狐狸，没想到你也有这么惨的时候，这是被谁给打了？当然是因为你呀、啊、你别不信，嗯，我是发现了你们人族遗留下来的宝物，想着取来给你，好让你欠我个人情、嗯嗯、可没想到拿的时候居然被发现了，才被追杀至此的。哦，宝物呢？嗯，没抢到。还要往下编吗？需要时间的话我可以等，你先想想怎么编。你好吧，逗你玩的。其实我是看到陆清影被追杀，看在你的面子上出手相救了一下，结果那些人就连我也恨上了，害得我如此狼狈。你这骗人的话说起来都不用动脑子的嘛，一转念就能编出来，厉害。不信拉倒，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因为讨厌陆清影，一开始才没有明说。我不信。切，真不信。你说呢？没叫，你就这么防备我？你忘了我叫你什么？腹黑狐狸。我看你是怕被我美色所迷才这么叫我，以此时刻提醒自己要警醒，是不是呀？哼，无趣，一点情调都没有。跟你说就是了，是我族脱离天妖族被发现，为保护我族之人安全撤退，我只能孤身出来做诱饵，吸引妖无骨、妖烈灵、紫金狼等人的注意力。这么说就合理多了，你这腹黑狐狸就是想着法儿让我欠你的情分，好以后拿捏我。哼，你别妄想了。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去妖神城找妖虎王北耀天，是逢遇到这个。啊！真的是应天血月族的应月秘术图，我知道了，这是天谴之地，猎王战场。猎王战场，当初四个超级大族围猎苍灵霸王族之地，不会错的，就是猎王战场。我们星月狐族中有一些关于猎王战场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地点，但是看方位应该就是此地。想不到当年的猎王战场居然也成为了天谴之地。这么看来，当年猎王战场的战斗并没有结束，否则所谓的天谴绝对不会落在这里。苍灵霸王族的确厉害，被应天血月族、巨灵族、射日族、凤尾蝶舞族四个超级大族联手围剿，居然撑了下来。苍灵霸王族不愧是公认的无敌种族。不过此战苍灵霸王族精锐进阶参与到了猎王战场，以至于天谴之后，苍灵霸王族留在本族内的力量不足以支撑，在坚持700年后最终被你们人族所灭。你这腹黑狐狸知道的还真多。如今看来，这苍灵霸王族应该也未灭，能在猎王战场留下来的都是精锐中的精锐，一旦归来，你们人族可要小心了。人族无惧任何种族的挑战。哦，你好像更自信了。星月狐族向来是以情报见长的，这次月星妹居然不知道我在九阳霸刀族搞出来的动静，可见她之前被妖无骨等人追杀的有多狠。嗯，奇怪，我总觉得你藏着掖着什么。嗯，有吗？有，比如说你明明是要去妖神城对付北耀天，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应该走天妖大峡谷，但这儿可是接近九阳霸刀族地界之处。难道你是从九阳霸刀族过来的？嗯哼。不说拉倒，我去那边清洗一下，你可不要偷看哦。你放心，我顶多会抛下你自己离开。啊，过分。哼。映月秘术在运转，这是在吸纳月之华。嗯，应天血月族奉明月为种族信仰，他们很多神奇莫测的手段都与明月有着紧密联系，
吸纳月之华应该是在积蓄力量。此片区域无任何妖兽出没痕迹，很可能是因为应天血月族人就是被封印在此片土地之下。你的意思是，这应月秘术是他们为了早日破开封印所为？封印之中还能搞出这些，这份实力葬身禁地封印下的种族都做不到。不管了，人家穷我们也没办法。反正也没法阻止他们回归，与其惊叹他们实力强大，不如趁他们未回归前先强大自己。我们星月狐族也有许多秘术与明月有关，既然这里引来了如此多的月之华，我可不能错过。我要借助月之华淬炼五脏，完成黄金神话。那是算了，先淬炼吧。既然应天血月族能够于封印之下搞出这印月秘术图，那说不定其他几族也有动作。苍灵盾、霸王枪，这是苍灵霸王族的标志，一如九阳霸刀族的九阳祖刀。黑色力量是黑暗星空境的力量，也就是说封印之下苍灵霸王族不但没死，而且还有黑暗星空境的强者存在。苍灵霸王族，你们还真是生命力强大呀，作为种族大敌我都佩服你们了。不过有我在，你们就不要妄想回归了。这么强大吗？隔着封印还可以这样？虎王斗枪兽，是谁在敢阻止我族提前回归？这就是黑暗星空境的力量吗？竟然可透过封印传达意志于地表。是谁？我是当今天下我天妖族为尊，启动你们这些早该沉沦在历史尘埃中的人回归，乱了天下。好大的胆子，小小天妖族也敢挑衅我苍灵霸王族，是想被灭族吗？今时不同往日，你们就不要妄想回归了。我现在就镇杀此地，斩断你们的回归路。神体术拔山起，去！苍灵霸王族，你们想要提前回归，就不要妄想了。等我正式成为完美黄金武神，我就永封你们。九阳祖刀。你是横穿了九阳霸刀族来到这里的？你还想穿过天妖大森林打入妖神城？腹黑狐狸果然是七巧玲珑心，一点蛛丝马迹就能想到这么多。你在九阳霸刀族究竟做了什么啊？你抢走了他们的九阳祖刀居然没有被追杀，难不成你把九阳霸刀族打怕了？也许吧。真是的，哪有男人不想在漂亮女人面前显摆自己的？你可好，明明有机会居然还不抓住，可恶。银虎王啊银虎王，你到底是什么怪胎，居然用功法强行摄取月之华神化双眼？我还从未听说过有如此霸道的功法，你身上怎么这么多秘密？
我早晚会挖出你这些秘密的。心血收获，影响我族回归大计。黑暗新风镜。奴家乃天妖族少尊妖无，奉命阻杀你们应天血月族回归，顺便呢，利用你们的应月秘术来神化五脏。你们应天血月族有意见不成？难怪我方才也说自己是天妖族。哎，单纯如我也被影响了。你说什么啊？没什么，应天血月族怒了。我才不怕他们，封印之下想要出手必会摧毁应月秘术，那样的话也省去本少尊费时费力毁掉这里了。完全神化只有半步之遥了，今晚继续在这儿修炼吧。一对狗男女，你自从成为少尊就百般拿捏我，这些我本不想与你计较，但我都要带着族人离开了，你居然还不放过我，还想将我族之人斩尽杀绝，你狠毒至此，该死！背叛天妖族就要王族灭种？什么背叛？你们对我们这些附属种族的迫害还少吗？你等着吧，这次是我们星月狐族要离开，早晚笑月狼族、战争巨虎族等族也会离开你们的。妖言惑众，跟他废什么话，杀了他们。妖物都交给我，那两个是你的。他们是追杀你的，我帮你分担就很够意思了，你还让我打两个？你是男人，要懂得保护女人。哼，腹黑狐狸，狗男女，以神技八法明月斩，神技五虎龙身杀。你紫金狼什么时候有胆子敢单独跟我动手？神体力。给我回去吧！五神技，一指寒梅冷。很强啊，有那么点李神刀的意思，这样打起来才有意思。走。走？为什么？禁忌秘术啊，你打得过吗？打打看啊。打什么打？跟他耗时间，耗死他。追。注意，小心有危险。我们拖延不起。少尊，知道这方圆百里内为什么没有妖兽吗？不知道，你知道？腹黑狐狸又来了。无知，我可不像你这般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吧，这是天谴之地，如果你不出来和我们一战，那我就破坏这里。你们身在中心地带，可是十分危险的哟。我才不怕，有本事你来啊！反正紫金狼也坚持不了多久，看谁更危险。不知好歹！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哦。
是谁敢破坏我族回归纳纪？当然是天妖族少尊妖无骨了。小小天妖族屡次挑衅我族，这是找死，等我族回归必灭之。少尊，我们好像招惹到了非常强大的敌人。笑死我了，妖无骨，你真是太可笑了，只知道这是天谴之地，却不知这是烈王战场，更不知道这是映月秘术。你天妖族原本就与映天血月族有过节，你居然还搞破坏，主动挑衅，这下你们天妖族势必要与映天血月族结成大仇了。你都知道，你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你咬我啊。你那自以为是的样子真是太可笑了，这就是不读书的后果，没点内涵，不懂装懂。就你这样的居然还是天妖族少尊，还妄想灭我星月狐族，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去，就算你是怪胎，但你哪里打得过这个状态的紫金狼？你不错不错，你很值得一战，来继续。来，我们继续。为什么萤狐王这么厉害了？一年不到的时间，他竟然可以强大到这般地步。再这么下去，他岂非可以正面挑战，甚至击败李神刀了吗？哈哈哈哈哈哈！让着你了。是了，紫金狼是以双手为兵器的，但银狐王的武器是神枪，还一直都还没用。神体力少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你能坚持多久！有人，撤退！有我在，妄想！敢给的，你行。你不过是靠着这权杖，嚣张什么？神骨妖龙变！
拼了！禁忌秘术，小月狼王鞭！啊！二度使用禁忌秘术，这是找死！我们走。走不了的。那就拼命。你们太过分了。解除禁忌秘术。竟还敢如此肆意妄为！走，这边。这是怎么回事？我之前经过的时候，这里没有山的。哪里那么多废话？走。应天血月族，你们找死啊！苍天霸王族，你居然还没死绝！狼族，你啊！封印阻隔了大部分力量，但仅是这透出来的一点，仍旧碾压我的太多太多。这对他们同样是巨大的损耗，会影响他们提前归来的可能。不看了，杀妖巫鬼更重要。神灵丹，这是看在你们笑月狼族一向尽忠职守的份上。笑月狼族永远无条件支持天妖族，这就好。少尊，我们联手发动妖王图，好办法。反杀，走！别忘了，银虎王也有禁忌秘术，逼急了他，倒霉的还是我们。想跑，做梦！通灵龙猿，他们的帮手来了。他们内讧了。神骨妖龙变！龙元兄，借剑一用。无量气。撤！
人类有利益之争，妖兽也有啊。不过天妖大森林内应是你最先开启黄金神鞘，即使他拉拢了银狮和战争巨象，也不至于能伤你啊。拜见妖人获得奇遇，是黄金神鞘和黄金神兽及一起蜕变的，他距离六级妖兽更近。嗯，哎，妖兽之争同样残酷。出来与我一战，赢了我绝不再对你出手。他太强了，交给我吧。当初种族之战，我曾带领妖兽出击，若不是因为你提前看破了天妖族计划，有了准备，那我势必会与人族展开厮杀。你不记恨我吗？这不是没打吗？而且你都说了，你本心其实并不满天妖族的做法，而这白金妖猿却心甘情愿与天妖族狼狈为奸，这点善恶是非，难道我还辨不明吗？这个男人有时候心眼小的跟针尖似的，有时候胸怀却又大的能容纳天下。人族银虎王，我与通灵龙云之战是妖兽之争，与人类无关，更与你们人族无关。你与天妖族勾结，就是我的敌人。我警告你，不要插手天妖大森林的事情，这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过是有封印罢了。这就不简单了。无知的人族，天妖大森林的封印可不是普通的封印，其数量之多尚且不论，其中有一处封印的可是妖皇。妖皇？那个十万种族争霸期间，以一己之力让天下妖兽臣服，与人类十万种族争霸，雄霸南方的妖皇，他居然也没死。这还真的是让人意外。人类不再是未来玄武世界唯一的主宰，妖兽一脉将再度雄起。人族银虎王，你确定要为人族招惹我们吗？你是有多了不起吗？搞得好像得罪你就是得罪妖皇一样。我是奉妖皇令追杀通灵龙源的，凡是妖兽中一切与龙有关的妖兽，杀无赦。小点声，你有口臭，太难闻了。龙兽之争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更应该来阻截你。这是为何？因为我们人族号称龙族挚友。他说的没错，人族就是龙族挚友。上古时期他们人族最是孱弱，是龙族守护了他们，所以他们人族就以龙旗为祖旗，承袭龙族精神。龙虽然已成过去，但人族还在，不灭人族，龙的精神就永远存在。妖猿，你还愣着干什么？他是人族未来最大的希望，杀了他，再灭了人族，才能真正抹去龙的痕迹。身为龙族挚友，我愿接下向龙发起的一切挑战，来战！区区银虎王，我来便可。看我屠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族小子！我这一路战斗下来，还是第一次遇到敢如此藐视我，竟然还是妖兽。
能有多强。没想到黄金武神之下，第一个能够跟我打得难分上下的，居然是你，白金妖猿。哼，妖皇恩赐，武神之下，我当无敌。没有了速度上的优势，看你怎么和我打。终于可以放松下脖子了。妖皇恩赐的奥妙，看来不只是力量，还有身体的协调性，使妖兽有了趋近于人的行为动作能力，能更完美的发挥战力。白金妖猿居然能够和银虎王打得不相上下，这位妖皇到底有着怎样的力量和通天手段，在封印中还可打造出如此一尊无双的白金妖猿？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受伤了。狐狸也有不会说话的时候。你看，这白金妖猿实力如此之强，就算当下银虎王击溃了他又怎样？一旦银虎王离开，这天妖大森林照样是他的天下。以我看，你不如跟着我去百兽山脉吧，做我们新月狐族的护族神兽，如何？我不会亏待你的哦，我保证集全族之力，助你成为六级妖兽，你很赚的。狐狸就是狐狸，改变不了本性。哎呀，我说的不对吗？白金妖猿背后有妖皇，我背后有龙。啊，早说啊，害我白费口舌。狡猾狐狸，当然要小心了。他又神化了某个部位，甚至可能不止一个。少尊，武道征途上走得快不代表着一定能走到最后，始终不服输的向前才是能够成功的不二法门。我相信少尊一定能够超过他的。高峰与低谷很多时候在于人心，心有执念，心有勇气，再是坎坷的前路也可通过，最终走上通天大道。我一定会超越银虎王，亲手打败他的。不可能，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拔山，这是九阳大刀组的五神技。开距离，一对一打。没想到这妖兽还挺有智慧，知道要齐头并进，却不分开。王，斗枪兽。霸王族，我又回来了，你们就别妄想回归了。耶！我必杀你！来来，死！看着都疼，不知道那腹黑狐狸那边怎么样了，回去看看。这，这，嗯，小女子映月若仙，见过银虎王。你知道我？火族虽尚未回归，但对外面的事情还是知晓一二的。大名鼎鼎的银虎王，谁会不知道呢？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你们居然还能探知外面发生的事情。勉强罢了，只是银虎王威名太盛，无论人还是兽，议论的焦点都是你。你此番现身，不会只是为了夸我吧？我想跟你谈一场合作。你自己还是代表应天血月族？我为应天血月族少尊，自是代表种族。你是黄金武神？应天血月族还真不是一般的强大，黄金武神为少尊，难怪你们族内能有黑暗星空境的强者，那位应该就是你们的族长吧。什么合作？帮我族提前出世，我族助你成为完美黄金武神。好，何为完美黄金武神？
事到如今，我想你多少也察觉到了，千年前的封印是一场针对整个玄武世界的大阴谋，也是扼杀武道境界的行动。自那之后，黑暗星空境、光明法相境几近消失，黄金武神境虽然依旧存在，但从那之后都变得残缺不全。而且如今的黄金武神，不完整的不只是黄金神体，还有黄金神窍。黄金神体除去骨骼、经脉、心脏、血肉、皮肤、眼睛之外，尚有骨髓、头脑以及毛发。黄金神窍也不只是简单的开启，还需要进行日月变，也就是日月精华洗礼。这些隐秘你就这么告诉我了？千年来玄武世界不是没有人发现这些，而是即使知道也无法解决，因为玄武世界被诅咒了。除非借助超越黄金武神的力量，或者等待封印全部被破除，诅咒才能被解除。那为何书中对此并没有任何记载，包括很多古籍中也不曾提及？那是因为诅咒的力量将与此有关的文字甚至是记忆都抹掉了，幕后黑手的终极目的是永远奴役玄武世界，因此彻底封杀了玄武世界任何反抗的可能。嗯，你们想我如何做？只需要帮我们找到火族遗落在外的血月王冠即可。血月王冠，我在古籍中看到过，说是十万种族争霸时期最强宝物之一，我还以为你们是借助血月王冠才能做到现在这样的，没想到竟然遗落在外。你还不理解黄金武神以上境界的强大，但只要你帮了我们这次，你以后定有机会能知道的。血月王冠遗落终归有个方向吧。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以及对外界所知情况的判断，位置大概是在武神境地。抱歉，我无能为力。你难道不想成为完美黄金武神吗？想，可是前提条件是我能活着。那地方我暂时不考虑去，告辞。叫！回归路漫漫啊。镇压千年之久，力量已大不如前，只要我意志足够强，就有机会反制你。终究只是一把刀，你无法拥有如人一般的智慧。这一路下来，当你不断控制我杀戮妖兽、吞噬兽血时，却让我一点点发现了你的秘密。所以从冲出神刀城开始，我便趁着清醒了之后引导了前进的方向。我故意一路跟着银虎王，他疏离太多，招惹来的都是些棘手棘手的大麻烦，而这恰恰正是我所需要的机会。如今这霸刀守护虽然还不能助我彻底镇压你，但却已能让我保持更长时间的清醒。不过这远远还不够，我要的是做你的主人。不要坚持了，吸血吧。这三大妖兽可都是准六级妖兽，他们的血对你可是大有裨益。你不过是一道附着在妖刀之上的破碎命魂，长年累月才把这刀变成了自己的身体，但却又无力修复命魂，只能不断地通过奴役人来重新体会做人的滋味。说到底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我告诉你，你没得选择，你注定是我的刀。
休想逃！你终于支撑不住了。我之意志加持，快走！不好，他想用显眼妖刀奴役我们！主人，银虎王，你可曾想到，你给我们九阳霸刀族带来破天的灾难，却也让我们找到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你们去神刀城守护九阳霸刀族。是。这样乖乖的多好，我助你恢复，你助我成就黄金武神。咦，去哪儿了呢？罢了，月星妹也知道我要去妖神城杀北耀天，若她有意的话也会去那里，我还是继续走我的路吧。这闪电，你察觉到异常了？我也感觉到了，是生命的波动，还有龙的气息，应该是老妖龙山了。银虎王，银虎王，马儿，你都成长到如此地步了，那也是我小弟，以后在大哥面前不能骄傲，知道吗？否则揍死你。你很拽啊。放我下来，快放下来。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原本是和赤伯龙、白藏刀、萧如龙一起来天妖大森林历练的，但没想到遭到姚无桐率众围剿。围剿？姚无桐好大的胆子。好吧，逗你玩的。其实我是看到陆清影被追杀，看在你的面子上出手相救了一下，结果那些人就连我也恨上了，害得我如此狼狈。你这骗人的话说起来都不用动脑子的嘛，一转念就能编出来，厉害。可恶，腹黑狐狸知道我不会信他，故意那么说的。那赤伯龙他们呢？我们被打散了。怎么可能？以你们几人联手的实力，就算是妖无桐调动天妖族大军也很难打散你们。是不是你干什么坏事了？是这样的，小白察觉到妖龙山异样，就提前来这里查看，他离开的那时候我们刚好被妖无桐袭击。妖无桐实在卑鄙，他纠集了金乌沉渊、北耀天，外加过百的妖神卫，我们这才会被打散的。除非北耀天中途得到什么消息提前离开，我们可能连逃都逃不出来。意外，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离开一会儿就出事了。也不能怪小白，他也没想到的。看在清影给你求情的份上，饶你这次，这真的是一身狗性啊。你不用担心，北妖天因故离开后，妖无桐主要是追杀我们姐妹，赤伯龙三人不会有事的。你跑这里来可是察觉到妖龙山与上次我们来的时候不同了？妖龙可能要活过来了。
啊，行啊，这都发现了。没错，龙要活过来了，不过不是妖龙，是我的朋友。啊，上山再说吧。七夕是真正的龙，怎么会是你的朋友？你进展很快啊，能分辨得出这气息。你快达到六级了吧？哼，没错，就差那么一星半点了。这意味着今天我是五级，明天就有可能是六级了。你可要对我尊重点，不然等我突破收拾你。看你那得意的狗腿子样，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龙兄，我是银虎王。兄弟，是你啊。看来我的指引没让龙兄失望。真实情况远比你所说的还要让我惊喜。哦，此妖龙生前将自身与这天妖大森林最高级的大地灵脉结合在一起，所以就算因蜕变境界失败而死，身体也保留完美，甚至还在悠长的岁月沉淀下自然演变，达到了更深的高度。虽然比我当年的身体还是差了一些，但也完全可满足我如今的需求。恭喜龙兄。这一切多亏了虎兄弟啊，若非是你，我仍不知自我，更没可能有今日。龙兄客气了，不知龙兄多久能出关？多则三年，少则两年左右。我期待与龙兄并肩作战。我也期待那时候你我龙兄虎弟战天下。这小狗。也罢，你既然不愿意被我戳破身份，那就低调点，看你也快突破了，来，我帮你们修炼。也好，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借此时机提升一番，再去找那北妖天算账也不迟。兄弟，妖王谷有异动。妖王谷在哪里？此去向南约300里。这么远，龙兄如何知晓的？大地灵脉延伸出来的支脉数之不尽，天妖大森林内但凡有不一般的动静，我都能够借此灵脉察觉到。此番我借灵脉有感，似是有黄金武神出世。啊，黄金武神是完美黄金武神吗？完美黄金武神。其实千年来的黄金武神是不完整的，受到了幕后黑手对我们整个玄武世界的诅咒。如今的黄金神体和黄金神窍都有不完善之处。诅咒？不过以我的感知，也许是完美黄金武神应该是来自封印下。啊，难道有封印被提前破解了？现在不好说，我们得过去看看。对了，你们修炼进度如何？我突破紫气星之金小城了，再有一个小境界就追上你们了。等处理完事情你就回这继续修炼，争取再做突破。姐姐，我很快就追上你了，等回去我要告诉王凡，他一定会为我高兴的。不过副院长收获如何？大地灵脉果然非同寻常，我自问原本可能10年以上才能开启黄金神窍，现在我觉得常态修炼7-8年就可能做到。很好。啊，你还有多久？5-6年吧。你是什么功法居然这么快？好了，我们快去妖王谷看看吧。
意，吞月妖狼王，千年前玄武世界十大天才中唯一的妖兽，你很不凡，但可惜你今日就要正式落幕了。最后看一眼你曾经生长战斗过的地方吧。你嚣张过头了，我既然能走出封印，就不再是你能任意揉捏的了。说得好像你很厉害一样，如果不是妖皇盖世无双，千年前封印之际选中你，让你躲过被完全封印，如今又助你一臂之力，你以为就凭你自己能突破封印？你没机会了！撤！来！来！狼吞天！找死！你不行啊，我虚弱至此，你都不是我的对手，我真怀疑你们背后的人怎么就放心让你来守护这处封印。哼，杀你绰绰有余。封印之力，吞月。我的使命是严禁你们出世，不杀你绝不罢休。连你都杀不了的话，我还怎么辅助妖皇陛下提前打破封印？是完美黄金武神的力量吗？一场厮杀改变地势啊。哼，这就是完美黄金武神的力量吗？一场厮杀改变地势啊。笑月狼族族长紫金狼见过前辈。来得很及时。哼，独孤氏之人真是让人憎恶啊。他伤势不是一般的重，不如趁此除掉他。我来杀他。禁忌命术笑月狼王变。来，死！啊，怎么可能，他重伤至此怎么还有如此力量？老兄，你快解除这禁忌秘术吧，这样对你损耗太大了。不行，刚才动静那么大，通灵龙猿和月心妹很可能会赶过来查看，我们随时还有危险。月心妹这个叛徒。哎呀呀，你们几个大男人在背后说我一个女人的坏话，真的好吗？月心妹。当然是我呀，突然不追我了，果然是有原因的。哟，用你换走了北耀天，这是要必杀我而后快呀。这是吞月妖狼王。他伤势
非常重。去杀了他们！想办法马上联系银狐王。这吞月妖狼王是千年前的黄金武神，他是完美黄金武神，若他恢复过来，绝对是目前无双的天下第一。我来了。算你来得及时。点手为杀。啊，狼王快走，银狐王太强，我使用禁忌秘术也奈何不得他。是死去的六级妖狼留给我的命火，你可不要辜负了。狼王放心。你们联手杀吞月妖狼王，待我解决紫金狼就来助你们。无神技阴阳行。还藏着一个强的呀。神剑！怎么可能？距离上次交手才过不久，你的战力怎么又提升了？紧急秘术，小月狼王鞭。武神技，一指寒梅狼。交给我，你们去解决紫金狼。神体力，重伤之身，方才右京大战，你居然还有如此力量，你比毒蚣最强，可是我也今非昔比了。给我开！
虎王斗枪术，我承认了，我打不过你，但杀你不难。你要跟我修好斩？没错，我要耗死你。幼稚的人类，就算我身负重伤，接连大战，最终也是我耗死你。哼，那就来战吧。我不主动攻击了，看你怎么消耗我。知道这是什么吗？九阳还春丹，是九阳霸刀族精心炼制出来的，对于恢复体力有非常惊人的功效。我多的可以当糖来吃。嗯，味道不错哦。来呀，追我呀！你终于消耗得不行了，杀你足够。副院长，助我一臂之力。五神技，阴阳行，杀！狼王居然求救！河东狮吼啊！黑暗神雷，封印之力，这是妖皇陛下的封印之力，结合大地灵脉的支脉所形成的山，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原来如此，妖皇当真盖世无双啊！啊，怎么办？
想不想神化五脏？哦，我都听你的。抓紧了，可能会很痛苦。引雷炼体。青影，切记，此时不可妄动。这是对我的羞辱！妖狼王的似乎更厉害，这是封印力量，它是从封印下出来的，自然会遭到针对。糟糕，神雷要来了，我们追！不跑了！阴阳行。黑暗神雷重归封印，这妖狼王偷鸡不成蚀把米，妖皇好不容易削弱的封印，如今反被加固了。哎，我跟你们拼了！妖狼王，认命吧！哼，该认命的是你。自寻死路，我成全你。引雷入体。妖狼王，你居然舍得将你视为宝物的命火打碎了送给我。你喂，不是你帮我出来的吗？你跑什么？是你们无神技阴阳行。
会回来报仇的。妖梧桐和金乌尘渊也跑了，但是我发现他们跑的方向不对。紫金狼像是要返回妖狼城，而妖梧桐和金乌尘渊则是前往了妖神城方向。你是说？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天妖族不希望有种族具备超越他们的力量，吞咽妖狼王一旦恢复，在封印未开的情况下绝对是所向披靡的，这样的实力完全可以带领萧月狼族一统天下，天妖族势必对其有所忌惮。妖梧桐、金乌尘渊与我们交锋，根本就是做样子给吞月妖狼王看的。你们一杀远，他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这样说来，天妖族一定不会营救吞月妖狼王的。不但不会救，而且还会想尽办法阻止其他附属种族出手营救。所以紫金狼只能返回祖地，带领笑月狼族的人出战。我们当立即进攻妖狼城。我跟你意见一致。我们要分头行动，你们三个及闪电白龙驹先一步杀奔妖狼城，有闪电白龙驹在，你们定能追上紫金狼。只要紫金狼不入妖狼城，就无法动用笑月狼族的种族底蕴，就能斩断他们对吞月妖狼王的支持。我们同城一起。现在是闹情绪的时候吗？吞月妖狼王这种完美黄金武神级别的六级妖兽都出来了，谁敢说妖皇还会不会送其他的出事？不尽快解决这些麻烦，我们的种族都将有危险。我在中间吧，我暂时不跟你一般见识。就你这心胸还副院长，可笑，比你的大，可笑，比一比啊。就你元兄，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说吧。白金妖猿不在，如今你就是这天妖大森林的兽中之王，烦请你号令群兽围攻妖狼城。你注意，再往南就是妖皇界了。小白，真身。妖皇界是那位绝代妖皇在天妖大森林内划出了一片领地，就算是在千年前的十万种族争霸中，也无人敢攻打妖皇界，因为在那里，妖皇就是无敌的。这千年来，妖皇界更是成了劲敌。也不知道妖皇在那里设下了怎样的守护力量，人族根本无法进入，弱者必死。你确定要去吗？那你还不快跑，我们要在吞月妖狼王进入妖皇界前拦住他。他的伤势如此之重，就算是用保密秘术逃命也跑不了多快。那你怎么跑？你那两条腿比我四条腿还快。我要保留体力，防止吞月妖狼王再耍花招。哇，骑着麒麟战天下，多威风！走，小心了，可能就在附近。这么看不起我，居然敢藏在水源处，比谁也短，谁能逃过我的感知？
神技，一指寒梅冷。追！啊，那是黑暗星空镜的力量。逃吧！怕什么？妖皇是很强，但是封印力量更强。这应该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强封印。妖皇想要帮助吞月妖狼王，也有限的。我怕。你就是嘴炮。你懂什么？这叫活命之道。啊！是，你是妖皇。啊！他竟然化成人形了。千年前他都还没成功，居然在封印下完成了。我这一生见过的天才不计其数，但似你这般功法之霸道者却是少有。像是你这样能将吞月杀到如此地步，更是绝无仅有。而且你连黄金神体都没成就，黄金神窍也没开启，有意思，你让我心动了。我一直在想，当我打破这封印，踏入七彩真武境，这世间就再没有人能与我一战，那该是多么寂寞的事情啊！但如今看到了你，我不再感到寂寞。努力成长，尽快强大起来吧！我期待与你一战。他度过了化形大劫，你若想，也有机会。我才不！我可是水麒麟，天地间最强体质之一。你是害怕化形大劫吗？你这么说话，我们还能做朋友吗？化形大劫啊，自古来传说很多，可真正成功的妖皇是第一个。他一旦出世，必将是血雨腥风，说不定未来会是妖兽的天下呢。这还真是大有可能啊！以妖皇的实力，说不定能够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妖兽世界。嘿嘿嘿嘿，为了未来考虑，要不你做我的人宠吧？我。我是认真的，你好好考虑一下啊！妖皇成功化形，他说不定真能踏入七彩真武境，那个据说能够与神对话的境界。可我为什么没有忌惮，反而是感到兴奋呢？因为你是灵虎王。不继续追吞月妖狼王了吗？他有妖皇支持，我们已失去了杀他的先机。先回妖龙山，进一步熬炼神化部位，再从长计议。虎兄弟，你回来了。龙兄没在修炼。大地灵脉之前传来一股非常恐怖的气息，把我惊醒了。哪个方向？南方，接近妖皇界。你察觉到了？是妖皇的气息。妖皇，他不是在封印之下吗？怎可能将如此恐怖的凶威释放出来，扩散到整个天妖大森林的灵脉内的？如今整个天妖大森林都像是复苏了一样，不出三五年，森林内妖兽的实力将发生质的蜕变。啊！原来妖皇见我们一面只是顺便的，他的目标是重塑天妖大森林的根基。妖皇也太变态了，这样的妖皇注定天下无敌，未来一定是妖兽的天下。哎，人宠的事你真的不考虑下吗？你们见到妖皇了？何止是见到，我们看到的是已化人形的妖皇。什么人形？他度过了万古以来未曾有妖兽做到的化形大劫。不能让他出世，定要阻止他。如今百族归来都是注定的了，何况是这盖世妖皇，谁能阻止他出世？我见过的封印也不少了，对妖皇的封印绝对是最强的，可他仍旧做到了将吞月妖狼王送出，甚至亲自与我直面对话。试问这样实力，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归来？这样的妖皇，足可媲美我族龙皇了。
也不知龙皇是否还健在。早就不在了吧，否则我们龙族何至于沦落到近乎于绝迹的地步。也幸好有你们人族相助，否则怕是几千年前就都死绝了。啊，龙兄找回记忆了。找回来了，我正是记起了龙族与人族的关系，才明白你为何会如此冒险救我。应该的，如今人族还是玄武世界最强种族之一，可一旦百族出世，人族若没有超级强者坐镇，怕是有大危险。我认为此事无需过于担忧，千年前十大天才之一的我族强者陆白衣被封禁在藏神禁地，若百族归来，他也定能出世，而且距离封印全面开启尚需十日，我们仍有时间强大自己。发生什么事了吗？我们低估紫金狼了。紫金狼提前预估到我们会截杀他，所以根本没有回妖狼城，而是去了战争巨虎族盘踞的妖虎城，并说服了虎啸山相助于他，我们扑了个空。他还提前一部飞鸽传书给了妖狼城内的狼剑锋、狂狼等人，让他们挑选族内精锐子弟300去妖虎城与他会合。我这边打探到消息，苍穹神鹤族也加入了紫金狼阵营，但等我查明他们行踪后，发现此三族精锐已进阶进入了妖皇界。天妖族附属种族很多，但真正拿得出手的其实就你们四大种族。此前你带领着星月狐族离开，等同于瞎了天妖族的眼睛，而如今笑月狼族、战争巨虎族和苍穹神鹤族的相继叛离，则意味着天妖族又被断了左膀右臂，天妖族元气大伤啊。活该。说起来，三族如此做法倒是帮了你们星月狐族一把，不用再遭到天妖族单一针对了。三族精锐进去，如果他们对留下来的族人动手，那只能让天妖族显得更没品了。他们会不会对三族之人动手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我要对他们动手了。我本就是追着北耀天来的，此前被诸事耽搁，如今也是时候该去妖神城将这一笔笔账一并清一清了。我可以帮忙哦，全力以赴为你卖命的那种。不用了，你还是操心你们星月狐族和神狐族的事情吧，我们人族之事就不劳叫你出手了。哎，你急什么？说不定银狐王就是希望与我并肩作战呢。嗯，我说的对吗？我见到妖皇了。妖皇度过化形大劫了，他有极大的可能提前打破封印出世。另外此前我经过紫炎族时发现那里的封印十分脆弱，所以我推测这两处封印可能会是最早开启的。我有事先走一步。喂，他组这么急干什么？封印之下的百族竟是强力种族，谁早一步出世谁就占尽优势。他想赶回去通知夜夭夭，想办法助力神狐族之人提早突破封印。吃我者陆清盈也。何时启程去妖神城？两日时间，你是否有把握突破紫气星驰境圆满？有大地灵脉支持，我相信我可以。好，那两日后你和小白与我一起去妖神城。哎，那我呢？你和闪电白龙驹留在此处修炼，争取早日进一步突破。元兄，此前我人族的赤膊龙、白藏刀和萧如龙三人因遭妖梧桐等人追杀而迷失在天妖大森林内，还烦请元兄动用妖兽力量寻找一下此三人踪迹。你放心，只要他们在天妖大森林，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们。银虎王，我等你很久了。我等这一天
也很久了，上次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大的阵仗，今次看到诸位如此盛情，我感慨颇多。少在那里装像，你不是扬言要杀北耀天吗？好，我告诉你，北耀天就在我们天妖族的祖殿内，有本事你闯进来去杀了他。天妖族祖殿，妖藏龙的葬身之地吗？少尊冷静，他是故意的，千万不要中计。银虎王逞口舌之力算什么英雄，你有胆量就杀起来。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是谁在呼唤我？妖神醒来。装腔作势，他又强大了，还不止一点。他的眼睛神化了。五哥如何知道的？妖王谷之战，他和陆清影联手追杀吞月妖狼王，逼得那妖狼王走投无路下，引爆了妖皇的封印力量。结果银虎王引雷炼体，不只是他自己，连陆清影都因此熬炼神化。这该死的妖狼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陆清影，我早晚会彻彻底底将你击垮。妖神，杀了他！天妖族的守护妖神，让我看看你有多强！居然已经强大至此，这可是武神大人亲手打造出来的守护力量啊。银虎王成长之快千古未有，他这么成长下去，甚至可能在百族出世之前就已经横扫天下，我们必须趁此机会干掉他，不惜一切代价。极道妖神变。挺多门道啊，但我可没兴趣跟你们纠缠了。热身结束，开杀！光明法相技，天下妖虎！
轮到你们了。杀！是有什么布局吗？那我就偏向虎山行，光明法相计，天下妖狐，去！还记得当初三族大战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吗？是时候兑现承诺了。武神记你无匹配处，担心，银虎王有所预料，我们只需要牵制他们五个就行。银虎王，你就算猜到了我有针对你的布局又如何？我料定狂妄自负如你，明知道有危险也一定会闯，很快你就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你根本不知道我布下的是怎样的无解杀局。雪落风妖术，你不要杀我，祖殿曾有杀局是针对你的，要我来启动。反复小人，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真的，你不信的话，我提前启动向你证明。擎天牛王，我还以为牛王跟妖皇征战也被困在封印下了，没想到居然被天妖族给控制在这儿了。天妖族了不得呀！无常的小人，害我大计，该死！牛王，饶我一命吧！我发誓，这次一定忠心为你效力。我带着大日姬巫族一生一世为人族卖命。忠心？你这种无耻无信之人，竟然还有脸说忠心！
你是被天妖族镇压了千年吗？你挣不断的，不过我能帮你。那柱子上的图案应该是镇压你的关键所在。我观察，这寺是专门针对妖兽的，对我没多少作用，所以我大概率能将其破除。我是人族，镇压你的是天妖族，所以这里只有我能救你，也只有我才有理由救你。人族，救我，我保你安全。我银虎王是主动杀进这妖神城的，你觉得天妖族对我能有什么威胁？你想要什么？不急，你被镇压千年，不了解如今局势，先听我给你说几件事，我们再谈合作也不迟。你别以为现在只有你能帮我，就可以欺骗我，妄图让我听从你。你的防备心还挺大，是真是假，你听完便知。你可还记得吞月妖狼王？妖皇盖世无双，将他送出了封印，不过他仍旧是六级妖兽，尚未点燃命火，与你现在相当。我曾与他交手，刚出封印的他十分虚弱，差点被我除掉，不过最后还是让他侥幸逃了，而他逃入了妖皇界。妖皇界开启了？妖皇界开启与否，你难道无法感应吗？妖皇界启动了，那是妖皇传承将要泽主的象征。如今整个玄武世界，唯有你有能力与吞月妖狼王争夺妖皇传承。你现在是不是极度渴望我救你出去？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可以谈合作了。你说。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你不准在妖神城内大开杀戒，一旦脱身就必须立刻离去。为什么？天妖族不是你们人族的敌人吗？这里有很多来此经商的他族之人，包括人族，而且说到底，天妖族的平民也是无辜的，我不想造太多没必要的杀孽。第二呢？你的火不错，想借来一用。不好，银虎王是要借助擎天牛王酝酿千年的火来升华身体，鬼脚擎天牛王。让他们去。你不怕银虎王被伤到？不会的，擎天牛王是六级妖兽，哪怕是被束缚，守护着一隅还是不成问题的。何况他目前太强大了，若是这样的他杀入妖皇界，吞月妖狼王肯定无法与他争夺，这与我们无异。我们要的是两个受伤的兽王厮杀。你们人类真复杂。狡猾的人族，你这是一边强化自身，一边借此消耗我千年积累的力量。防止我脱困后，我上妖神城吧。你还真是胆大，就不怕我一旦脱身不守诺言反对你出手？我既然敢如此做，便有把握。再来。战争弩车上。一群蝼蚁，该死，真不该冒险选用它来布杀局的。拉远距离。妖王图，震天钟，妖神关，妖神城守护，全体出击。终于可以舒展筋骨了，不要让我失望啊！哎呀！
神怪来了。可以了。银狐王，你要干什么？你不怕他脱离镇压后会杀了你吗？他如今可是巅峰力量，和吞月妖牢王的重伤状态完全不同。你这是放虎归山，不只是我们天妖族要死，你们人族也要完蛋。你后悔了吗？我后悔了。晚了，不放他出来就还有机会。你想学？我是想学，可惜太深奥看不懂。就算是黄金武神也很难参透，看来我是无缘了。我真的后悔了，后悔放出擎天牛王，更后悔用擎天牛王杀你。既然后悔都要有代价，我认了。妖神怪，号令无尽妖神斩妖王。你醒了，就不怕我反悔吗？你伤很重，杀你不够。牛王，你太小看我，也太高估了你自己的实力。有一点我之前没有说，妖皇曾隔着封印与我见过一面，他认为我是他未来最值得一战的对手。
月妖狼王可是已经进入妖皇界了，你就不怕去晚了，妖皇传承被他抢先一步夺了吗？不会的，按你所说，他伤重到短时间难以恢复。可是他有帮手，笑月狼族、战争巨虎族、苍穹神鹤族最强精锐，可都跟着他进入了妖皇界。你如此想让我走，是怕我屠城吗？天妖族是你的敌人，你难道不想借我之手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你看我像是那种毫无信念、只知道杀戮的屠夫吗？你小妖皇，这算是最高的评价吗？吾王今来，妖兽一脉，妖皇五煞，你是第一个得到我如此评价的人，我相信妖皇的判断。危险解除了，我可以继续做我的事。该我们了。银虎王，你利用我。我就是故意的，我知道你们天妖族一定有终极大招。卑鄙！若论卑鄙，我甘拜下风。是你布的杀局，种下了因，却要将最后的果报算在我们身上。妖无骨，你不配这少尊之位。不服，我们再来打过。不要以为我们天妖族底蕴有所消耗，你们就可以任意猖狂。在妖神城内，要战我奉陪到底，不战赶紧走。我来不是要跟你们斗个你死我活的，我是为北耀天而来。他早走了。他去哪儿了？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我知道了，走。他知道了。他若真的知道，就说明他此来是早就怀疑北耀天了。北耀天去哪儿了？当时我和他还有金乌尘缘一起行动的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离开？到底是什么事啊？北耀天干什么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重建天妖族。哼，银虎王，又是银虎王，我们必须想办法尽早除掉他。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去哪儿？先去妖龙山与闪电会合，再去找北耀天。啊，天妖族都这样了，不趁机灭掉他们吗？你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能够将最巅峰状态的擎天牛王镇压，今日仅我们几人动手，最多也是两败俱伤的结果，讨不到多少便宜的。真可惜啊，多好的机会啊，要是赤膊龙、通灵龙猿他们都在的话，一定能彻底解决他们。你想的简单了，妖神城虽受重创，但城墙和妖神宫却依旧是完好的，这两处才是他们的力量根本，连擎天牛王都未能对这两处造成大的破坏，你奢望尚未成为黄金武神的我们能够打破？没想到擎天牛王这么差劲。这也叫差？他可是独自面对天妖族沉淀了千万年岁月的种族底蕴啊。关键是他不仅被我提前消耗掉了一部分积累千年的妖火力量，还被上古镇妖印限制着。啊，上古镇妖印？是那八根柱子上的神秘图案吗？嗯。传说那是上古时代无上大神通者为镇杀作恶的妖兽专门开创的，是可杀妖兽的无上秘术。你神化的不只是筋骨吧？哦。嗯，我还神化了大脑。黄金神脑啊，你是不是学会上古镇妖印了？难怪你不怕擎天牛王，这才是你真正的底牌。淡定淡定，我还未完全吃透这镇妖印，还需要点时间。有了上古镇妖印，我们就无需惧怕吞月妖狼王和擎天牛王了。那我们人族便可在百族回归之日前依旧占据着玄武世界最强大的宝座。出什么事了？找到赤膊龙他们了，他们被困在了赤霞渊。副院长，你和小白随元兄去解救赤膊龙他们，我和闪电去找北耀天。啊，北耀天在哪儿？北耀天是在与妖无骨、金乌尘渊同行时直接离开的，那么他就只能是去一个地方。
闪金，走，去把地府叫。萤火王，叫！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当初在神城，我以妖火王身份杀你不成？今日我定要以此身份斩你，以雪前耻。我果然没猜错，北耀天，你是苍灵霸王族人，藏得真深啊！不只是你，还有你大哥北望天，是你们兄弟两人藏得真深啊！我真没想到，我们人族精心栽培的第二强者，居然是苍灵霸王族人。你如何知道的？武神大战中，赵寒天虽然被妖烈天刻意引到远处，没能亲眼目睹我族武神是如何死的，但却注意到了当时有人使用了大威金身法，而此法唯有苍灵霸王族的人才能够修成。那也只能说明有苍灵霸王族之人插手了。你又是如何怀疑到我和大哥头上的？唯有北望天才可以让我族武神失去防备，也只有他有实力偷袭得手，让李神刀有了可乘之机。不过当时我也只是怀疑，但后来你在那个时间点突然和妖巫谷他们分开，且又没有回妖神城，便足以证明我的推测没有错。没错，我们兄弟是苍灵霸王族人。当年我族被四大种族联手围剿，封印在此，但并不是全族覆灭。你们人族却趁我族力量孱弱之时痛下毒手，一直传承至今只剩寥寥数人。我和大哥虽弱小，但根骨不凡，因而被李神刀和妖烈天看中，他们联手洗炼了我们兄弟的根骨，将我们送入人族。我们忍辱负重多年，才得到人族武神的认可。如今我们兄弟皆有所成，不需要再隐瞒身份。苍灵霸王族人当杀人族。哼，装什么装？你当初在神城说什么怨恨你大哥，最想杀的就是他，不都是为了掩藏他的身份？如今如果不是被我揭穿，你巴不得让你大哥继续待在人族。我猜若非老院长成为黄金武神，你们兄弟甚至要做局让我们人族为你们苍灵霸王族卖命吧。岂有此理，别再痴心妄想了。我的种族传承如今已开启黄金神窍，有黄金神骨、黄金神脏、黄金神脉、黄金神肤、黄金神瞳。今日就是我妖虎王杀你萤虎王之时。说得好，我也要告诉你，今朝就是我萤虎王杀你妖虎王之日。霸王令，神灵，我不信你比我还强。打到你服为止。
五神技，夺命斩无相。重伤，救我！他是人族未来希望，他死了，人族就完了。祖上，我们联手干掉他。禁忌秘术，逆天生死法。也来了吗？光明法相祭，天下妖火。加强，那便意味着此处其他种族的封印力量在减弱，若他们先一步出世，必然会联手引爆封印，彻底灭了你苍灵霸王族。我发誓，苍灵霸王族出世必灭人族。救我！哼，人家都是想逃出封印，你北耀天算是第一个主动逃入封印下的。既然如此，那你就别想再回来了。杀了你！杀了你！体力。
武神技，武王斗枪手。天妖亡我吗？哦，黑暗神雷！北耀天，这都是你咎由自取！终于找到你了，你们怎么跑这里来了？听说你打穿了九阳霸刀族。没有李神刀的九阳霸刀族，就算打穿了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和你们跑来这里有什么关系？你打穿九阳霸刀族之事传出，我们这些九阳霸刀族的附属种族便想趁势而起，联手攻克神刀城。但就在我们快要成功的时候，白金妖猿和战争巨象却忽然到来，守护神刀城。白金妖猿太厉害了，我们联手也打不过，可我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错过如此大好机会，于是我们决定分头行动，其他附属种族之人逃往了紫炎城方向，准备联手紫炎族组成种族联盟，一起对抗九阳霸刀族。而我和葬花打探到消息，知道你进了天妖大森林，于是便想来找你合作。九阳霸刀族内讧至此，天妖族状况同样也是糟糕透顶，天下乱了。你们与白金妖猿和战争巨象交手时，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吗？特别之处？对，我从九阳霸刀族出来之后，曾遇到过白金妖猿他们，我明明将他们困杀了，他们是怎么脱困的呢？不愧是你。这么说来，他们的确是有些不太正常，他们的额头都有血刀印记，看着很妖异。邪眼妖刀，李修罗。白金妖猿他们被妖刀印记控制，却要去守护神刀城，这岂非意味着李修罗掌控了邪眼妖刀？李修罗崛起了，妖皇史无前例的动物化形大劫，李修罗成为史上第一个驾驭妖刀之人，还有千年前的十大天才燕狂人、吞月妖狼王等都将回归，这才是真正的开始，盛世将来啊。你嘟囔什么呢？你看着好年轻，真的就只是黄金学院的学生吗？有问题吗？没问题，就是觉得你太年轻了，年轻的不真实，像你这般强大的年轻人太少见了。是你孤陋寡闻了。李斜阳不年轻吗？妖无童不年轻吗？妖无骨不年轻吗？是你们种族的人太封闭了，不愿走出来历练，若我如你们族人那般，我也无法崛起得这么快。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适合你们的不见得适合我们。不过你崛起的是真的快。对了，葬神禁地分开后，你又神化了几个部位？一个还是两个？你先说。侥幸，在黄金神瞳基础上又有了黄金神骨、黄金神脏。不错呀。不错，就只是不错而已。来来来，咱俩较量较量，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有多厉害。哎，居然追来了。验证实力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搞定。我刚才是不是傻子一样说要挑战他？果然是邪眼妖刀的印记。银虎王，好久不见啊，甚是想念。我也很想念你，想念得恨不得撕碎了你。这就不用了，
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这兄弟咋办吧。人族银虎王是要用这等下三滥的手段威胁我吗？上次你无耻的纠集战争巨象和银狮联手追杀我之事，你是忘了吗？你要怎样？我给你机会说，你想要我怎样？放了他，我十年内不与通灵龙渊为敌。怎么听着一副还是你高抬贵手的样子？是不是上次揍你揍得太轻了？上次是我一时错招而已。不服气啊？行，这次我打到你服气为止。